料子太靠点了，这一道花出来了。咱移过去，移过去。这个状态就行了嘛。喂，啊，这个小开关，我们挖出来的。你没看我弄啥来？八斤美元似的。捏到模具上面了，它是捏到模具上面，它也是一圈在走的呢。这个会不会走动呢？上面这一圈。
不动吗？有时候会动，有时候不动。啊，那这个不会烫伤掉的？这个不烫。哦，就是布呢。对，高温布，耐高温的布。哦，耐高温布料，具体叫什么布呢？高温布。高温布。高温布。哦。这个视频等一下给就是叫张总那边发一个给我们，可以吧？好好好。你看你太轻点了。